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广东江门开平市赤坎镇。赤坎镇是一个古镇嘛，去在古镇上转一转看一下。这边的房子的话，全部都是老房子，你看一下，很古老啊。这边写着已征收啊，这房子要拆掉啊，看一下。住在这边有点像回到了那个五六十年代的感觉嘛，是吧？哇，清华别墅，那上面写着呢。这个地方应该很多那个碉楼嘛，等一下去看一下有没有碉楼了。这边写着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示旅游项目，你看一下，展示旅游项目，展示的话应该展示古建筑啊，你看这一大片都看不到一栋古建筑嘛，是不是啊？真是奇怪，古建筑见不到人家，是吧？它是古镇啊。这边一大片都在建房子啊，你看一下。那打桩机正在拼命打，是吧？这边也是的。这边的话也应该要建了，你看对面也建了那么多，过去看一下。这边的那个居民房拆掉了，又是拿来搞仿古建筑的，你看看这些应该又是仿古建筑嘛，是啊是啊，你看那边那一栋的话就是很漂亮的古建筑。是啊，那边都是新建的，这些居民房要拆的嘛，这些栋也是应该要拆的。然后这一栋是古建筑嘛，现在围墙围住了看不到，这古建筑应该很漂亮的，你看一下。这个赤坎镇你看村庄里面拆的乱七八糟，你看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些房子要拆掉，这些是古建筑嘛，是吧？这些明显就是要拆的嘛。地板也坑坑洼洼的。哇，开平碉楼还没看到呢。这边都写着什么？已征收啊，你看一下，上路违法，已征收，上路违法。嗯，这边的说是征收公告的，
征收。被征收按照套内面积1:1的原则置换嘛，看一下，1:1。这边有一栋古建筑，你看一下。这栋房子的年代应该很久了。然后这个房子左右的话，就是全部拆掉了，你看一下。很古怪的，就留这么一栋孤孤零零的。它这一栋应该是要保存下来的吧。这个围墙围住的应该也是古建筑啊。这边写着结镇600天哦，旅游项目建设，全力推进赤岗镇旅游项目建设。还是没有看到那个碉楼。你看它这一栋房子的话特别大，你看一下，非常的大。这个房子的话有点像西方的风格，因为它上面有那个钟啊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你看有那个钟啊。看就是大户人家嘛。找到别的地方看一下。这边的话就看得到几栋碉楼了，你看。这些碉楼应该都是没人住的了吧。这边一栋，这边一栋，然后那边田中间也有一栋。重复都已经把它堵死了，这个是不是碉楼啊？应该是吧。我也弄不大明白，不知道是不是碉楼，是不是开平碉楼？2、3、4层楼，是吧？那栋楼的话上面写的字，和安楼啊，写着。